축하드립니다. 황진상 회방 观众站 황진 好，我是钟老师。 跟大家讲一个消息，钟老师的频道已经正式开启，没错，我会把它放在片尾，大家可以过去看看。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上了第一支影片，只要大家过去一些影片的意见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都会去看看这些回馈的意见，然后再做更好。所以去钟的频道，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或是目前你们在看的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们会在一个礼拜之后，这两个频道会各抽一个人送哦，樊清的裸体签名照。 好，<笑>我们送周老师的签名照，还有那个手机的支架，没错，手机支架，对，加周老师签名照，想要周老师签名照，记得在下面留言，给我们这支新影片的一些意见跟回馈，好的，影片见，好，拜拜，很多人对于街友、游民或者是流浪汉，就或许有一些既定的印象，但这些印象绝大多数应该都不会是好的印象。 那为什么我们心中会存有这个不好的印象？对于这些游民街友。